不是那个烧饼。花贴，花卷，它花卷就是抹一层盐，然后撒一点盐巴，放上葱花，这是我们家的做法，就是这样卷卷卷卷卷卷卷，然后这个把它长条一点，示范一个小花卷给你。就上面要有葱花，但没有没关系，就是这里，然后这样卷一个，这样就一朵花。哦，一朵花，这个要切才会漂亮，就像一朵花，就是花卷，里面就会看到葱花，里面有。好了哈。